点娘娘在这里陪你啊，好不好？急诊室里充斥着四岁男孩嚎嚎痛苦的哭声，孩子的头部已经被烧黑，身体大量皮肤脱落。站在一旁挂点滴的男子是嚎嚎的父亲，他的手和头发也被烧伤了，现在连累儿子一同遭了殃。目前两个大人都已经脱离了危险期，但是孩子的情况比较危险，属于深三度烧伤，全身烧伤面积在35%左右。